的儿子谭晓峰以优异成绩考入牛津大学，身为学霸父亲的谭又霖五月十日出席活动时自然是一脸得意遮不住，而让他开心还不止这一件事。8月28日，谭校长与曾经的宝丽金一姐陈慧娴将率一众前宝丽金歌手开唱经典怀旧场，一边的王心平更是对校长金曲一通吹捧，让他当场笑不拢嘴。你们他们唱的都是最爱的你啊，你会唱吗？我最叻，不，我最喜欢唱就是最爱的你。我跟你讲过 啊，对对对对对。我可不可以跟你？所以一看就是一看就看出你很有品味。我从小听你歌的嘛，有品味了，所以。但身为领头人，谭校长看来可不够尽职呢，连演唱会的出席歌手名单都要王心平一一道来。有谁呀、啊？有什么人？还有陈晓东。哎，陈晓东。还有啊，汤宝如。常猛还有没有？没有常猛，常猛没有。常猛没有常猛，有温拿，有温拿啊，有温拿，有关淑怡啊，反正就是很多宝丽金以前的好很厉害的排头都有。这为什么没有张学友，没有黎明，没有常猛，就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公司不一样嘛。我想他们档期比较忙啦。嗯，我们尽量争取了。虽然完全重现多年前的宝丽金盛景是难上加难，但一众登台的歌手仍然以勾起听众最温暖的回忆为目标。我希望我们大家一定是要给所有来的观众一个很难忘的回忆。对 对，甚至可能听到一些他们成长过程听的歌都会掉着眼泪在听这样子。